线上的 Zoe。嗨，大家好，我是 Zoe， 早安。今天要很快速的跟大家讲一下我们针对周松社群活动志工的所设计的一个评审计划。那嗨，大家好，我是 Zoe， 早安。今天要很快速的跟大家讲一下我们针对周松社群活动志工的所设计的一个评证计划。那这个实验的目标呢，我们是想要回收型的地利开源社群贡献者的参与。好，那这个计划很简单，是针对8月、10月、12月参与大松的贡献者，大家都会得到Hypershirts， 那它是在区块链上的影响力凭证。那什么是回收型投资呢？就是我在简单来说，广义来说，就是我在事后才去资助你的前面已经发生过的这个活动。好，用一句话很简单的来解释，就是 It's easier to agree on what was useful than what will be useful。就我们事后去看什么已经发生的，比我去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其实还要来得更有效。好，所以呢，其实我们八月已经针对八月的大松已经发过一次凭证了。那这个是我们在上一次大松之后发的凭证，那这个 NFT 会长这样子。好，那拿了这个 NFT 可以做什么呢？对个人来说，等于你的事后，你的影响力是有机会被事后资助的，就是有人如果认可了你的贡献，那他可以透过购买你的 NFT 去认可你的贡献。那如果你不想注册区块链的钱包，你有两个选项，第一个呢是你可以放弃这一次的资格，或是你可以选择捐给周松的团队。那就等于说，你今天贡献的影响力，在事后如果有被资助的机会，这个钱会直接进到周松的区块链的钱包。好，那这个 QR code 扫进去会看到一个 Google Form， 那这个 Google Form 就是针对今天活动的这次这场大松活动的贡献者，然后大家可以进去填你的姓名、钱包地址，还有你贡献的是松钱哈拉还是今天的大松。那我们确定你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在今天活动结束后的一个礼拜内去做发证的这个动作。好，以上，谢谢大家。谢谢 Zoe， 人不在现场，我这样讲谢谢有点好笑，大家可以帮我拍个手。